OK，那这支影片是我们频道创建以来第300部影片，非常有纪念价值。之所以在今天出那么多影片，就是为了冲这个数量啦。那作为第300部影片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练练我的枪。作为一个有着练双狙的人，绝对不会去拿什么枪，一定是拿那个自瞄的阿卡 Z 啊。拜托，那今天就是来玩个10分钟而已啊，就是来刷那个数量而已，这里装个平底锅好了。看起来没什么人呢，怎么突然只有3个人了？我才进来没多久耶。哇，全都炮！哭啊！AA 对面也拿上去。哇哦，对面很强诶。有，这就是卡兹的对决吗？今天手感不好呢。哎呀，真的是手感不好呢，怎么办？啊，算了，反正我双击也没有多强啊。这卡机的换弹速度真的很慢呢。哎呦！哎，哇哦！哎，不是啊。两边都在夹击啊！惊死人哦！哇，进来差不多3分钟，然后结果我才杀一个人。哎，不是吧？这 SBDY 真的很烦呢。哇，炮超多枪哎！哭啊，这真的很烦呢。这个在干嘛？哭啊！我到底是哦，我有纪念以来第300部影片就要让我这么被虐吗？哭啊！得得得！那个拿 SBDY 真的很烦呢。
那也是。这里剪了一个尾刀。这里已经六连杀了吼，所以那基本上都是用偷的啦。卑鄙原之助。啊，怎么少了一个人呢、啊？我、哦、还在看我诶、欸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局不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吗？回来啊！好，因为刚刚那一局人都走了，所以这一局就换了一个，所以就换了一场。等一下，这应该不是刚刚那一场吧？等一下，这也太衰了吧！训练岛什么时候人变那么少了？哎呦，有了，有人了！人在哪？人在哪？好的呢，哎，五个人呢。Nice, nice。不要哭啊！前后夹击啊！果然很卑鄙啊！好，至少这场的人比较多了。哦，残血，超级极限。这里直接一个狙。有一个狙，哎呀，又是佛兵，哇哦，他还有几滴血啊！哎呀，可恶！完美的一个炮枪啊，有没有？输了。你这个炮枪狙。聊什么？我
种明明有枪点，然后为什么他刚刚也瞬间隐形？哦哟，很烦呢，那群在偷。哭啊！哎，等下刚鞭我是不是？这家伙，好啊，那家伙，我他叫什么名字？等下看一下。哎，好像是那一只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要鞭到那家伙。不是，是在那之前也要再看清楚一下，是不是真的有鞭我。来了来了，是这家伙吗？哦，应该不是假的。啊，吓死我了！好，应该不是这家伙。等一下再看一次回放好了。哎，好像是那个连杀王哎。哭啊，有个痛的啊。哇哦。哇哦！哇，传奇大佬哎！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拿盈利是在哪里？这个偷袭，哇，卡里真的很好用嘞。哇，这沙漠真的很准嘞。
等一下按错了，复活。可恶啊！好了，再杀20杀就结束。不要被点头。一箩，哈哈！我的妈！这人真多啊！啥？哦，在那边哦。聚不到啦，我聚不到，还有5个人，还有5个人，拜拜，哭啊，炮枪啊，应该说切枪失误，不能说炮枪。哈？到底有几个人啊？这么喜欢偷？偷王可是我的名号啊！别跟我抢啊！你们，要逼我拿那个剑招出来哦！别哭啊！被剪头，哭啊！啊，好炮、哦，还有2个人，究竟我们这部片会不会突破20分钟呢？应该是不会啦。对不对？我觉得应该会哦，剩下1分钟了。哎呦，这真的是很讨厌呢。最后一个人，那应该是可以了。最后一个人就选在楼上的这一只好了。哎，这家伙到底是多喜欢鞭尸啊！好了，哎，23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 ，nice， 有没有？告诉你，我是那种切枪速度中规中矩，但是准度很烂那种。好啦，第300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